沈阳那边撇撇，北京我那边撇撇，谁过来西安买撇撇，心里边撇撇，那心里边撇撇，那都够给手，共产党那边撇撇，谁家的妈边撇撇，谁家西安边撇撇，你都没说，面那不硬，山不硬，楼的身边嘞，北京现在就北京现在山不硬嘞，面那不硬嘞，就六七六块面没，啊楼的身边没，大家我们店里一个月啊是一千的，那点三里头嘛。人家不用三不用嘞，是因为一两里讲表表表面，六七六给苗苗子嘞是因嘛呗，人家半不用嘞，喏，我七家嘞都看下就苗嘞，是因不？哎呀，不留老话嘞是咯，明明也没你们嘞说说嘛，我嘛天天跟你打说，天天跟你们嘞说说嘛，喏，明明也没你们嘞说说嘛，人家这么一不拉的个，半不用菜吧，别人奶奶没吧，别人奶奶没吧。ADP 到白个话，像咱们咱们到为啥说的那咱们那都个到那个维度，那到不离咱咱们咱那提，咱那地方没咱呢，不到白个话，可能古话古，得像八成比了，十比了，哎，人比面那得吧？每年来每年来得几吧？俺们初三到面那半三半两半是硬皮吧的，喏，可今朝来今朝每年等于那里要单要单，今天我把门特别可能又怕比面那得吧的，没说面那呗。一不拉的我把门都关拆，可能古巴药没得门来带，人家得请阿片，谁在嘛？谁养人养的都过，人家半部门、三部门、两部门、养娃部门，半部门辛苦过，喏，毕竟我用三部门、两部门，人家半部门，那装备，哎，那装备不喏，古巴路古巴路路，哎，路的那不得的给啥的阿龙队身边的不喏，身边的养娃给啥没的奥秘没不喏，养娃那不得的给啥的身边没的喏。这咱阳光岗不是六万不来的，这咱的阳光岗是阳麦菜的，外菜的 NG 的锅，门那说什么公园的豆皮也比羊腿巴的酥到麻的咯。我是那边啊，江门江南的五家巴的，龙岩山那阿龙比家巴的。